2021香港小姐今日公开现身，同观众近距离接触，吸引唔少龙友嚟影靓相。20位候选佳丽仲即场表演急才，由现场观众即时投票选出智力佳丽。结果翻版方媛陈胜如以及黄娃娃双双跑出，即将卸任嘅 Lisa 都俾 like 佢哋。我觉得佢哋两个好好啊，两个都靓，同埋佢哋啲答案好好啊，好好。系，但系头先佢哋讲嗰啲嘢，你明唔明噶？明一半咯，一半咯。但系听落咧系好似好好嘅，好似好好嘅。Evette 有冇谂过系咪真系咁 surprise 先？系啊，真系好 surprise， 因为我发觉都有好几个佳丽同我讲同样嘅答案啊嘛，咁所以其实都估唔到系自己嘅，系啊，所以都几得几 surprise， 恶咗言下咁样咯。真嘅唔好谂过观众会 like 我啊！佢出嚟参选就会预咗大家 like 你噶嘛。系喎，咁你要俾多啲信心自己咯。好好 ，definitely 啊。系。今日現場仲有兩位非常可愛的 Little Miss Hong Kong， 介紹今年的限量珍藏2021香港小姐 We Miss Hong Kong 套裝。三層的設計配以獨立編號專屬證書，盡顯心思，非常吸睛。心動不如行動，一眾候選佳麗都要率先感受一下戴上後宮的滋味。到時真係 Lisa 加冕㗎，係啊，好得意啊，得得得，覺得自己變咗 Little Miss Hong Kong， 好 Q 啊，好 Q 啊，好 Q 啊，得得得，我呢一間裝嘅時候真嘅有感覺，係啊，幾位佳麗想唔想得到 Miss Hong Kong 嘅後冠咧？想，有冇 Little Miss Hong Kong 嘅後冠咧？想。好有感覺，我即刻覺得自己好似翻咗去細個咯，自己都有去嗰啲玩具鋪頭咧買皇冠啦，跟住就扮香港小姐出場，跟住又係講多謝咯。好 cute 啊！頭先我哋都睇到咧有一個口罩嘅essential oil 嗰個 diffuser 啦，好正，好中意啊！即係而家好啱用啦。我反而中意嗰個迷你嗰個權杖，因為支筆啦，咁我覺得寫嘢嗰陣會好靚，可以好似一個咁嘅蒼。框仔咁喺度寫嘢，所以覺得好得意啊！要呢張嘅，即係要佢。恭喜你！我做隔離嗰個係錫佢噶嘛？哦，呢個已經值回票價啦。